欢迎收听飞碟电台 YoFu Sports Show， 我是黄丹妮。本周来宾是旅和和球国手林雅文。和球在台湾发展30多年，目前世界排名第二名。他要来分享旅外的经验，和对未来发展有什么建议？礼拜天下午4点，请记得收听 YoFu Sports Show。